Hello， 大家好 ，Ray Wan Des。好，这一次要来体验一下这一个新的森连接关卡 Metalcula， 这个破来的大军团。然后在官方的这一边留言中，甚至那些我们次在介绍的时候都有说到了，比起最长老来说，他提升连接的倍率，他的能力会更高很多。至于高到多少，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来体验看看。然后这一次的活动是每七天可以挑战三回，持续到十月四号嘛。然后按照计算来说，应该是可以挑战十二次的。正常来说的话啦，就是这么个样子。那么这一次的话，我就组了一堆这么个样子，给大家看看一下现在的连接状态。我的这一张小鸟悟空是差了最后一条连接就满啦。就一个 level 9，我们就有比较这样连接状态是比较高的。然后这一张超二变身超三悟空也就剩下这三条889，也算是比较高的。那么再来就比较中一点的，都是445566这个样子的连接。然后这一张我的天津饭6677这样子，就属于比较中端型的这一个连接状态。然后再来就找到更低的啦，这个 Janenbu 都是2323，很少啦，都是4是最高的了。然后最后的这一个比克也是非常的低，所以就是两个高连接，两个中连接，两个低连接。那么这一次就来看一看它的提升效率呗，我相当的期待。如果提升9到10非常好升的话，然后可能我就 后续的我全部该改成升 level 9的了，哈哈。OK， 一个字。都呀，期待哦，这个哦 ，OK， 五个属性，酷啦军团啊，完全没有连接，虽然说也无所谓。哪里竟然完全不能？哦，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，这个只是森连接关卡，做到太难的话就好笑了。哈，再次把你推进太阳，果然是这种轻轻松松的关卡。Mundanas， 哎，天上这个真的是卡壳哎。哦，还碎了，有连击，可以一轮过，应该哦，竟然三连击，还给我一点戏剧效果，不错。OK， 那么这边就成功打完了嘛，是吧？喂，还有三体角色，哪里？撒旦像吧，可能是撒旦像。那么重点来了，重点就是连接嘛，塞诺。OK， 八升九，五升六，六升七，然后低等级的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哦，七条全升了呗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条，哇，这一个来说，升高等的有会撞得到，也不错。一霸升九其实已经是不简单了，那个超二变身超三悟空还可以撞得到，很不错。然后中间值那一边就没有特别亮眼的表现，可能几率就普普通通。可是低等级真的是不错，不过我还蛮建议，level 5以上啦，可能 level 5以上的还蛮适合带进来升的。然后 level 8 level 9的就看自己的意愿。不错不错，这个提升的幅度十巴拉西，可以耶，这个完全是给过的好不好？非常赞，哈哈哈。Nice。然后刚才那三个应该是撒旦像吧？要不然还有可以是什么东西 ？Metalcula？ 哪几个哟？这样特别。Now loading。哦，真的是撒旦像。OK， 这边已经是过了一关啊，还有一颗龙石可以拿，非常的棒。
那么这边的话，我想要再来尝试多一次，因为刚才九升十我还没有机会给他升到过，反正可以挑战三次嘛，我先花两次在这一边来看看。さあ行きましょう。まあ给他，哎，别别别，我不要自动战斗，给他自动走地图就好了。因为自动战斗等一下升连接跳太快，我就看不到了，我就跳跳跳就跳过去了。そうですね。はい。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啦。连击连击连击。哎，悟空超高确立嘛。还是高确立我忘了。他的连击反正就。哎，不会吧，打不死。哪里马吉卡哟。无手。竟然打不死。那么就天津饭吧。好呀，还行还行，这样的话就哎不是吧？马吉卡哟，哎不是天津饭的连击次数斯巴拉西，然后讲念布没办法打死他，不会吧？你的血量啊，你血量设计到这么高，搞屁呀、啊！官方血量设低一点啊，妈呀，一个走。不要死嘞！哎 ，OK OK OK， 好，解决掉。那么这一轮再看一下我的最后一条的小鸟悟空连接能不能升上去？一个走，不，没有，上面两个完全毫无动进去了。妈也是啦，都是八八九九这样子的情况下，确实是难升。哦、不过这一次的这一张素手超赛悟空的提升就蛮给力的，升了三条哦，六升七、五升六、六升七。哦，这边，哎，真的是不错 ，level 五到 level 七之间还不错升哦。嗯，哦，这个讲念部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又是七条连接全升。哎，这样的话低 level 啦哈，四到五 level 这一边真的是很赞，四到五 level 这边很好升哦，感觉。哦、真的是很好升哦，呵呵 低级的那个连接啦，真的是非常好升，比哪去打23-8啦哈，我们打了好几轮还要提升的更有感，非常非常的棒。不过上面的两位没升到就有点小可惜啦。好啦，那么这一次的尝试就是这么个样子，体验非常非常的棒。那么大家就自己安排一下角色吧，我个人比较推的就是。Level 5到 Level 7之间，这个是三个等级的升级概率会蛮高的，嗯，然后 Level 8、Level 9就看自己的意愿啦、啊。哎，虽然说我是看到有一些玩家啦，哈 ，Level 9升到 Level 10的是蛮多的，不过这个就自己斟酌使用啦，因为不是人人都是欧洲人嘛，哦，好啦，体验实感非常棒。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加马特尼。